所以你现在都住这里哦？对啊。我回去了。你怎么会来啊？我跟立威上来台北工作几天，想出来找你啊。你可以跟我讲啊。你真的觉得这样可以哦？上台北做你的音乐梦，你不是蓝农，也不是迪伦，算了，你想怎样就怎样吧。谢谢。